谢谢啊，来了，坐，马上啊。 来的太是时候了，刚刚晾晒好，尝尝。嗯，怎么我在别处就尝不出这种味道？豆豆是给你专属烘的，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妮妮豆。 没必要，哪有什么专属的口味？连人都会变的。来去一趟，变什么了？从前我太虚伪了，想要的那么多，还不敢承认。回去一趟才发现，没什么不能放下的。 我怎么听着有点怵啊？江城，我们干脆点说吧。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，我们结束了就是结束了，别对我再有什么想法了。当然了，如果是我自作多情，那最好。是。如果我离开之前，你对我说的不是让我留下来工作，也许我会考虑。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 我们各自都有各自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就别再纠结过去了。我们都应该干脆点。喝完这个，就别再给我红了。谢谢。 喂，是魏老板吗？我是王曼妮，在衢州您给我的名片。我知道。我回上海了，之前您说有机会一起吃个饭。那我让司机去接你吧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走，王小姐到了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就完全失控的状态，衣服就特别。现在就是在兰州，现在这边，他不是兰州人，感觉他不是这，在宗教上，他们比我们兰州本地的开兰州拉面里面还摆的酒杯。他们是不能，没有，不让，不让，不让。是，我知道的。 他家不让透，人家也透你的口。要不先生，王小姐先走。王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您等了2个小时。我们老板说今天没有时间见您了，让您先回去，要不下次再约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魏总你好。 怎么不吃啊？这个店，你来过吧？来过，梁正贤带我来过。啊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就是梁正贤带你到酒会的。第二次是在你的老家。 你现在又回到上海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也不是什么鲜有的故事，无非呢就是。你给我打这个电话，是有什么想法吗？或者，换个问法，你是想来扑我呢，还是想扑一份工作呢？魏先生，我想回 M 店做副店长。 您之前说您的集团收购了，你知道，在你的老家衢州，我为什么会给你那张名片吗？给我打那个电话的没几个人。当我接到你电话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个姑娘是想清楚了。这想清楚和能做到之间，就淘汰了很多人。包括你这次回来，我们见两次。 你的状态还可以，想从我这儿求东西的人很多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，把这个机会给你呢？我想要这个机会。我没有再购我够不着的东西。之前我的业绩每个月基本上都是前三，每天我都比别人去的早，走的晚，干的比别人多。 我认为我的专业能力和经验，能够配得上这个副店长。之前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一些个人原因的话，我都有这个资格去竞争了。魏先生，您刚刚完成了收购，我认为在这个新的领域，您应该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你说完了？你说这么多，合着你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职位？ 魏先生，您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难道不是因为拥有过人的识人眼光啊？你也不用将我。这样，我给你一个试用期，试用岗位，我来选。3个月时间，你能撑下来的话，我给你更好的。店长怎么样？店长，我还没有说完。 你要是撑不下来呢，你就得给我回来做贴身助理，随叫随到。只有我辞退你，你不能辞职的那种。人要想得到比预期更多的，就得押上全部的砝码。您并不缺贴身助理，不是吗？我更需要一个好店长。 魏先生，您说的这两条路，无非是躺着还是站着。躺着有什么难呀？我会坚持站着走到底。
当然，如果输了，我也不会赖账。我会接受您开出的任何条件。好吧，希望我没有看错人。合约我让助理给你寄过去，签字生效。当我已经买过了。干嘛呢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找人聊个天。我不正好在你家楼下吗？所以我就打给你看看。好啊，那一会儿见。